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工啊。最近几天老下雨啊，我家的狗就放到这个仓库里面了。我们家的花胖一见到我，哎呦，就各种的卖萌撒娇啊。我的地位在花胖的眼里是何其的尊贵啊！现实生活中我就是屌丝一个，但在他的眼里非常的尊贵，就算让我摸一下啊，他都感觉很荣幸啊。今天给我们家花胖带了一个馒头，这个馒头是昨天晚上的，不过今天放冰箱里面已经硬掉了啊。但是呢，对它的牙口来讲，这都是小问题啊，两下就能吃了。这个馍馍太硬了啊，硬了一个砖头样，不过呢，它再硬也没有骨头硬啊，适合给它吃。好了，我们就要给它吃了，它对馍馍来讲也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我们家的花胖从来不挑食，馍馍在他眼里面都是美食啊。狗狗吃这个馒头吃的还是挺有技巧的呀，它现在不是一口吃了，它是按着在地上啊，慢慢的去啃它。如果馒头是软的话，它一口就给它吃了啊，感觉就像那猪八戒吃人参果的一样啊，一吞到肚子里边还没尝到味呢。不过这个馍馍也没什么味道，我们来看看它吃食物的时候，我去喊它给它口令，它是不是照做啊？看看，好吧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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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跳！坐坐坐坐，砰！笑死我了！你看我们家的狗狗啊，它这个服从性还是比较好的。虽然是吃了饭，但是呢，它还是要听你的，赶紧把这个饭吃掉，赶紧听我的口令来做这个口令啊！吃饭做口令两不误啊，真是聪明的狗狗啊！啊，这样既不违背你的意愿啊，又能把它的食物吃掉。好了，今天就拍到这里吧。